大家好，我是24级学员常志娟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释坤大神达贤自己的感受。因为以前达贤都是在夜里头嘛，那个时候也没有参加上，也是很遗憾的。这次师父为了照顾我们，把达贤放到白天，那个时间段正好我适合。当师父的那个红幕拉开的时候，我是激动感恩，就是高兴的手舞足蹈去感受师父的能量。我告诉自己要无限的敞开接受师父，让师父把我所有的业力拿走，踩在他的脚下。当我这么想的时候，我自己就感觉到我的后背，我的全身都是发冷发麻的。就是我现在在说的时候，我的身上也是有感觉的，也是那种发冷，好像有东西，那种负能量在往外出，在往外走。其实师父每次达贤的时候都是有不同的感受，每次都能感觉到师父把无限的爱注入到我的身体里头，把我的业力呀，把我的负能量都统统的带走，每次都不一样。有的时候是不是专注，但是也能感觉到师父把我内在的那些不圆满也统统的带走了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大家，感恩这个平台，感恩所有的志愿者。